所以说这个是谁的？这里有写啊，这里有写啊，有没有看到我的名字？你的名字，你的名字，我们、欸、这样写，我每次都觉得这样写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！这边就有最后一个字了、啊，就是叫你，反正对啊，反正全世界都知道你的本名。开啊，开啊！那解说一下为什么有这一盒，这是我们的。不要问，要讲一下背景故事好不好？背景故事，因为他有朗腔，所以他就出现朗腔。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故事。他怎么可以随便出现？没有随便，这个已经你等很久了。哎呦，如果切到盒子会发生什么事？赔起来了。对啊。他怎么那么的？你就会被某个编剧写进他下一个故事里面。对，有人用美工刀开箱开得超烂之类的。会不会开箱？对，他有运输箱吗？好。Metal View 包的相当的好，来你拿起来。相当的好哎，我们请 Leo 到旁边，这个等一下就变成包材了。哇，这包的相当的好哎，没有、啊、这个就直接整箱再寄给他吧，还是之后再说。这个是转寄的，因为这个是日版的吧？嗯，这是日魂，日魂的，所以是转寄过来的。哇，拍的包这么好，我们要开吗？开啊，可是日魂更屌，日魂是直接用运输箱就直接寄。对、啊，真的吗？他没有其他包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到那个，这个、他有请这个，我找这个朋友，他有请日本那边再包，对，因为他觉得太危险了。哇，他这个胶带包的真好哎，舍不得开。因为听说真的蛮有风险的，你不这样处理的话，你没有特别。对啊，因为日本运输箱就是、啊、就是这样子而已，就是、最外箱，他没有在跟你们商量、啊。对对对，我们就是怕有这种八角阿燕出现，八角阿燕。什么玩意？八角刺人，是新的怪吗？不是八角刺人啊！看我的开箱，然后还是有点，它有像盖子一样的气泡袋。那我帮你拉气泡袋，来拉。好，人多就是好办事。对，好。哦，反了。那个先留着，那个先留着，然后包着。放在这里面啊。可是还是有撞到呢，啊、所以就一定要这样包、啊。Oh my god！ 还是有撞到，凹进去了、哦。它这里有写品相。可以啦 ，Ava 2020，好，那我们直接开箱了。我觉得只有那个脚应该还好，但是我还又没买。直接开，又没买是什么意思？就没有在收集的意思啊。哦，有收我就拍了。不对啊，那拍送我是可以啦。OK 的啦。那你就说，哎、欸，我有在收集。没有，有时候我跟你讲，有时候有人问我说，啊，杜老师，你有没有买那个？你有没有买那个？没有，你没有买，没有啊？想不想要爽要啊？就是没钱买而已、啊。不是，你要说，我有在收集，可是我没有拿到哎，就人家就起来。哦来，要拉屁股，好，来，一二三，哇、欸，真的有撞到哎、欸，要求，要求，真的撞到了 ，Oh my god！ 撞在哪里？哎呦，哎呦，还好了，没关系了，好哀伤，还可以，反正他没拆过，他没有拆过、就是，没有，我觉得这边应该还好，是深色，应该还好，看起来是还好。如果是完全未拆的，如果是跟月亮凹进去就，对对，那我们可能就 QQ 了，哇，好哀伤。不过没有关系，重点是里面的东西。对，就打开朗腔。它这个其实真的很漂亮。朗腔一把变两把。完了，多付一把吗？对。还是断成两把？没有，就是一把变两把，通常就是从中间开始。其实这真的很有质感，真的哎，帅、這個。你不要拍角落了，讨厌。就一直想要拍这里，是怎样？没有啦，我觉得这个盒子的确也是蛮有质感的。OK 的啦。好啦，那我就来开封一下。背后没有，这里没有拍到。背后打开就有了啦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侧一边干嘛？要这样看。对啊，大家都瞬间转脖子。其实那个时候我有想说要不要下，可是后来想算了，这下去是无止境的深渊。这个只有多一把枪啊，还是那个整备价有多？不会啊，永远多一把枪跟涂装。我觉得现在的商品策略都是永远不会收齐全的啦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这个买下去，你二号机买不买？啊，零号机你买不买？啊，你磕歪了！天哪，你在干嘛？对，慢慢抽出来，慢慢的。它这个好几层，那么你要拉小一点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拉，我没有再拉。我拉好了，因为它这个是，反正就是你要拉啊，我只是。哦，它里面的东西。我们少寄那片给当时。你说朗腔哦？对。哇、啊，干这盒是没有朗腔的。它这个就叫黑色盒子哎。掏完了吗？掏完了。好，那我先拿走。所以说明书是这样，这个我们就不开了啦，我们就偷看一下，留给这个。我第一次看到黑色的，真的是日版的，留给这个物主。然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囊腔吧，囊腔没有，它有特殊上色，囊腔没有断吧？没有了，一把变两把，断了就只好哇，是一个魔术，是一个魔术，对吧、啊？你说那个手指头断掉那个魔术，对啊。
哇，好，一把变两把，舍不得打开耶。对，武装应该是跟之前那一版一样，就配色不同。我应该不能开吧？就这样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开 啊！真的假的？他说可以开，可以开啊！我靠，这么好！所以我们等一下来拍一个那个很帅的，反了，一台是 NDR 很帅的画面。刚刚是这样出来拿出来的，哦，好帅！花头怎么歪边？头歪了，怎么会这样？震动，好，感受到内力。哎，他的脚怎么偏到脚偏到脚粘在这里？哎 ，Oh my god！ 哎，干他这块是什么 ？Oh my god！ 是不是断了？是吗？是哪里的零件？没有，我先打开确定一下。哇塞！等一下 ，Leo， 你拿手机过来拍一张照片。这是完全我们还没拆，这完全没有开的状态。你录影好了。哇，这怎么办？这都没到哦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那还要拆吗？有，你要确定它是断还是怎样？还是要先问一下什么？话或断连的就不要拆。问题是好像是没有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说还是拆啊，确定一下。那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啊？希望只是掉下来。掉件。Leo 直接拆了，直接来看，直接确认。反正这个我要补也是从日本那里补啊。对啊，你看连上面这个都没拆、啊，都没拆。哎，我要拍就是。有，刚刚已经。对啊，这四个都没有拆。哎，这个，对啊，对，没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过它这个怎么，这只怎么那么奇？以前 M P 不是会有两根这样包起来吗？那两根怎么不见了？啊，这是有被拆过吗？因为它是塞这个，因为平常它是一个保丽龙帽贴盖起来。哦，对对，它这个是拆的，这是正常的，对，正常。那我先拿起来。嗯。先给镜头看。你把那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哪里？我也一直啊，它的肩甲掉了。哦，那还好了。我、哦、看起来没有坏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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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看起来也是也没有坏，没有坏，没有断吧？没有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先把本体拿出来。那头掉下来的感觉、啊。这个你看，这个掉了。不过这个是球冠。还好，那应该是因为撞那一下。哇，头是整个掉了。这个球也是球冠，应该也还好。对，都求过，还有你先把它拿出来，没有断都还好了。那我把它放在这里。突然变惊悚影片了，怎么好重，当然重，是 MB 耶，怎么会变成？哦，所以肩甲它都掉了。那一片是从哪来的？找一下。这没有东西，我来看，我确定一下，确定。看起来是跟内构设施没有了，就这样了。所以会不会是哪一边？还是说那是装在头上之类的？我们先看一下掉出来的零件吧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？头这个应该是直接装回来吧？那你装上去啊。没什么问题。应该是没问题。它嘴巴是可以直接开，还是用换的？这个是什么？应该是碰撞到吧？可是怎么没有很明显哪里掉的？你说这个这块是？对啊。我觉得应该可能在，它应该是中，就是中心线上的东西吧，因为只有一个。对啊，没有看到是在 GG 你看说明啊，该不会是脖子吧？是 GG 那边吗？不是。你看到那个图，好像是脖子喉咙，喉咙有一根是不是？好像是喉咙。哦，那装在哪里？装在那个他的下巴后面这边吧。哦，真的，哦、真的哦，所以那还好，这是喉咙的那个多一片的。好来，你来弄。但是我不确定是这样子，应该是这样。应该是这样啦，对啊，这样装。哦哦，哎，可是会把能够把这撞掉，表示力道非常的大哎。所以啊，那你帮我我拿起。没有，你要想它原本就掉的。对，它只。它应该原本就掉的，所以是这样吗？对啊，然后你把它扣起来，扣上去啊。OK， 应该是没有错，造型也对。然后又是，有对了，对了，好，是有，所以好了，可以啦，应该没事。一开始就这么刺激？不会啊，这人还蛮常见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了，连台湾鸡都会这样了。对啊，不过这个肩甲还蛮松的。那就对了，那可能真的放一下就掉了，可能有一个冲击力，它就嘣，就全部弹开了。没有啊，那坐飞机、啊，其实它也是奔波呢。它怎样？它热到脱衣的。你脖子塑胶片要拆先拆。这一片真的是这样装啊，就觉得怪诡异的。你要不要先把塑胶片拿起来，一定要拍照哎。
他不要，因为我刚刚嘴巴张不开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回来了，非常棒。什么东西？你在说什么？因为刚刚被中断了一下。对，我们刚才从异世界回来。叫什么图章？偏光吗？对啊，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光泽，蓝紫色。其实这样看应该蛮好看的。原本的版本是十色，对不对？对，原本的就比较那种消光质感。谁要买原本的、啊？对啊，所以其实这个版本就是让有……哎、欸，可是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人在 metal 的感觉，金属感。没有看到有人在出清前一版的，就是都要，他都要了。哦，然后这边这个还有这种结构，哎，可以缩进去。哇塞，一折就断了哦！那你还折、哦，可以踢到自己屁股了，对，真的，这真的是很厉害。这张拿起来，你说一折就断，然后你还折，你是不是贱？没有啦，我就知道它不会断，我才这么说的嘛。哦、你刚开的时候、哦，对不起这个，对不起这个的主人，没关系啊，你赔他钱就好了。啊，对不起。没有，他万一说那我不要，你买、嗯，那你买的，给我钱，你收三倍券吗？收。到底在说什么？没有啊。好啦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把它装起来，玩给大家看好了，就是展示一下给大家看啦。赞，给大家特写一下。其实真的是不错啊，金属感满点。真的不错。